那我们说每一次的多空循环都是一次财富重分配，为什么？你做对啊，怎么样？你就分配别人的钱嘛。做错就是把钱交出来，做对就是把钱赢回去嘛。市场就这样，所以你只能选择做对，你不能选做错。你做错钱都被他分光了，你就没钱了嘛。所以我们说每一次的多空循环都是一次的财富重分配，我没有讲错，没有，非常正确哈。这是世界的股神巴菲特讲的。海水退潮，你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游泳。今天你看得更清楚啊，谁是真正的赢家，真正的高手，谁是那鬼扯淡的啊，完全搞不清多空方向的，很明确嘛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现在报多单都是搞不清方向的。这张云今天收盘1月30号封啊，开盘新春开盘发给会员的扣讯，快收盘了啊。发给全部的会员，全就是全部的会员哈。这一次市场，全市场只有一个分析师看对加做对。我们会员年前把所有多单出清，并布局空单满手满档五档哈，我最多五档股票，全部都五档，所有的等级会员都是五档空单，这才是最正确的做法。今天如果你有收到这个扣讯，值得，值得，我要替你的老师。了不起，再加一个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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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厉害的啊，不是吗？有没有？对啊，年前把多单都出掉，反手放空啊，那今天跌700点，那你不是赚到了吗？是最正确的嘛。今天很多人很担心、很悲观、很失望，甚至很绝望，手上股票套在哪里不晓得怎么办，股票跌停板，投资朋友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我的会员，我的客户，这是你说到的啊，你告诉我你会不会悲观、绝望、痛苦、压力很大？不会啦，你只会很开心啦。当然不是说今天大跌啊，每个人都受重伤，我们很开心，不是这样。我们把行情做对，我们对得起自己良心，我们对得起自己的专利，我们对得起我们的客户，这才是重点。当然不是每一个人每天都会做对，但是碰到这重大的关键，你不能做错的。先跌快700点了，696了。不过你今天做错，你看你要赔多少钱？不是今天而已哦，跌势还没终止哦。